们今天讲弘法大师十住心论的第九，即无自性心。那么到了这样子的境界，都是可以讲是不可说的。那么我刚才自己觉得说，假如讲了就不重，不讲就重。所以我觉得说要讲这个即无自性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只有到这样子的境界的人他本身才能够这个领会，才能够了解，也才能够深入他本身的这个义谛里面。什么是没有自信呢？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自信的。这个信是这个自己的那个性，这个性别那个性，即无自信心。你说水来讲这个水，我们谈这个水。水本身来讲起来是没有自信的，因为它本身它依缘而变化，依照因缘它产生很多种变化，它没有固定的一个形，也没有固定的一个体，甚至于没有固定的性。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水性杨花水性杨花倒不是指那个，这个是没有自信的。你知道这个水你给它滚热了，加热了，它就变成气。你看气跟水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气跟水有什么关联呢？其实它是依因缘起变化。它上升空中到虚空中它变成云。那云气跟水什么都变了，这个叫做没有自信。这个云你知道在虚空中的云厚重了以后一因缘它又下降，又变成水了。那么有时候也下雪一因缘有这个下雪的因缘它就变成雪了。它的组织完全通通都变的，一点通通不一样。还有那个变成冰呢这个水你把它这个零下几度以后它零下四度以后它就变成冰了。冰跟水又不一样了，还要变成薄呢冰薄下冰薄。你说这个就是本身水本身没有自信大家都了解这个水本身其实无自信是依因缘而起变化，称为无自信。你看这个自然界很多是无自信的东西，这个佛也是佛本身有没有生命大家晓得佛突然间星星之佛可以燎原，一点点佛而已它会变成很大的佛变成很大的佛。那佛的生灭在哪里呢？其实生灭也是一因缘。我们做父母的知道这个佛一下子烧这边，一下子烧那边，一下子上，一下子下，它根本一直在变化之中，完全是一因缘起变化。这个佛本身也是没有自性，它也是没有自性。
再讲轰好了，你看轰有自信吗？那、这个我们谈到这个轰啊，就觉得轰怎么吹拂你都抓不住它。轰过梳子，你听到轰的声音啊，一直在响，但是这个竹子并没有办法挡住风的，没有一种东西可以挡住风的。这个轰啊，本身就是没有自信的啊，东南西北啊，上上下下到处，这个就是无自信。在谈地啊，大家以为啊，地一定有自信呢、啊？你看这个地本身呢、啊，就是那么一块啊，它不动的。你不要以为地有自信，地也无自信。大家从来没有想到啊。啊，师尊本身学过这个地质学，学过地理学，我知道这个地壳变动啊。我们晓得这个台湾呢，它以前呢、啊，这个岛，台湾这个岛，跟福建呢、啊、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因为地壳变动以后才分裂，以后才它才变成一个孤岛。非洲跟欧洲啊是连在一起的，非洲跟欧洲是连一起的，是因为地壳变动以后，它才分成非洲跟欧洲的。还有造山运动，就是这边打一下，那边梆梆梆梆梆梆，变成几个山出来，这个是造山运动。地本身啊也是没有自信的，完全依靠因缘它起变化。你看这个地啊变化多大，黄金啊也是地变的，钻石啊也是地变的，你白金啊，什么宝石啊，什么紫水晶、蓝水晶、红水晶啊，红宝、蓝宝、绿宝、黄宝，任何宝全部都是地本身去变的。地本身没有自信的，它没有一个定性的，这个叫做极无自信啊。这样子我解释这个，你就可以慢慢了解啊，什么叫做无自信。所以这个佛陀啊，他观察很深的观察，他发觉法无自信，法无自信，一切因缘法是随着因缘而起灭，根本就没有自信，根本就没有自信的。一切因缘的法多是没有自信的啊，天下万物啊多是在一因缘起变化，这是一个真理啊，这个宇宙之间的一个真理啊，这个佛陀他本身观察出来。你到了了解到一切因缘法经无自信啊，法无自信的时候，你已经领悟了，而且你也自己去实践了，你本身做到了，就是立足点在极无自信心。这个时候呢，你的领悟啊，就是非生啊，非灭，不生不死。这一种领悟了进去了以后啊，就是如来如去。我没有来也没有去，无来无去就是如来。这是你不自己本身呢，因为领悟了极无自信心，再去印证所得到的啊。今天讲到这里 Om Mani Padme Hum。